来，哦，白龙学家里又跑老鼠进来。我这个电脑桌后面就是有看到那个黑影，原来就是那个老鼠。啊，白龙学，赶快，一年拢爱开这国防经费，加开这几啊百有哦，吼，真百了，唔知，人家是咩啊出了口的，好，无要紧的，就是等下来分享俩鸟器的实况呢。你这有奶香的这种啊，这个年到的时候非常的麻烦，所以这下就注意了。单手运镜，来两块，哦，一块我们要把它放到那个比较暗的地方。你看这手是真歹用呢。来哦，这注意，这粘着衫就毁了哦，这个粘到衣服就毁了哦。这粘着去嘛，有没有毁啊？好，来，先放到旁边。好，他就会在那边乱跑啊，互伊食较好嘞。帮我拆开紧嘞。好，来。互食遮好呢，你看。这阮 Max 同学来啊，这个老鼠吃到那么好，这。商务舱在吃，你怎知影？真饱呢！我讲，逐天吼，逐年的啦，逐年都爱伫遐用这鸟鼠开这蓝胶纸无？鸟鼠的蓝胶纸，然后它因为它老鼠比较大只，你往它头前也拍落，你知道？我爱你，爱着你，就像老鼠爱大米。然后老鼠它本身比较。脏乱这个部分我们就不清，直接这个也是一样，把它放进去，靠腰了，呵，哦，就这样子啊，也有这种莫名其妙安全感有无？呵，就放在这边。我是看伊拢伫网路线那走来走去啊，一样把它弄来这边，让它跑，哦，走起来较爽诶。这个衣服我后来再把它拿掉，呵。然后另外一个大片的，伊伫遮嘛是拢会走来走去喎，这伊尿尿你看，怎么缩了口呢？四界走四个放流，好，一样中间一个，这边一个，这边一个，好，这个要放来。它里面这边，哎呦，这我树皮烧了，勾着了灰呀！哎呦，来，给你介绍这个鞋子啊，大火净化器用的试法。啊，这款加巴巴寄来，这夏天我这边来开箱，来喷水的。哦，这个试法先放着。哦，伊的发片六款，来，尽量不要中断。你看。它里面是不是？你看，吼、哦，那是棒子塞塞流，是看真饱呢。好，这个一样，把它放着，然后它后来就会，它一定会来这边吃啊。哎呀，伊拢对它走入来。好，咱尾啊再来观察，到底有没有捉到？啊，其他的。来，这个盖小就是满汉大餐，啊，还要放那个小片的，放在这里面。哇，你看，这就掠鸟鼠的迄种实况。来，这个小片的打开，这真正讲这逐年啦，鸟鼠敢要开超千外啦。啊！如果外面那个老鼠吼，每次都会跑来我家，看到一个真饱，这么缩口的。好。啊，因为什么小片的我买比较少？因为我就是捌拄到迄大只鸟鼠，它踩过去之后一走，你知道，这一拖，它会拖走。啊，所以这个小片的，我们要另外把它放好。不然我就要来收网了，安尼较对称了。好。对啊，食到这样好，你看。啊，无要紧啦，
这也这个胖了。后来，这个就放在这边。一般老鼠哦，我这个哑铃，老鼠它会偷偷摸摸，偷偷摸摸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把这个哑铃拿开，哦，然后这个垃圾一样不要清哦，一下干嘛讲，我做太高诶，好，甲藏落去，一样放进去，然后这个哑铃放着，也像遮着。让他有这个隐秘的感觉，一照鬼他就中了。看他狗还有中，好，看真把什么摔了搞。然后另外一个，我们把它放来这个碰椅的下方。哎，好，要带一边，我看哪边啊？这个垃圾。那边我想看看哦，应该这边好了。这边它感觉比较香味来的感觉，也得要招来招去。哦，好，安尼，它应该就会去抓了。好，再来看一下。哦，然后，哦，要去比比头就讲诶，这个的部分。我看看，他会从那边跑过来，所以这个应该要再把它翻过去一点。一直应该是要坑你家，但是网路先怕去弄到，没关系啦，我是觉得他这样就会进来吃的了。呵，好，我们就这样期待他收网吧。来，后来这个里面再加了两片哦，这只 P1 的，多了两片，价格不变啊。咱尾啊，就要来收网啊。来，放进去。想讲，反正这个捕鼠经费也没有办法省了啦，能抓到才是王道。来，看来对，因为尿气拢会惊人看。来，用这个这一根把它推进去。到里面去，安尼，哎呦，你娘的，你给卡掉，来推进去里面这样子吃啊，来让那个老鼠这样吃啊，呵，因为他那个从门里面跑出来，一般都会看到，呵，来，我给夹，哦，呵，安尼布局完成，等待。